停车！停车！等等，要不我开车了，下车，下车！快下车，警察，下车！起火！起火！开车！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为彻底阻绝改造枪弹源头，主动挖掘线索，深入追查，循线掌握新北地区无姓男子涉案情资，并会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积极侦办。本案锁定无姓犯嫌藏身处所后，于113年2月26日持搜索票至新北市莺歌区攻坚查缉，并同步拦截接应车辆，逮捕无姓犯嫌及同伙、通缉犯一人，全案共查扣非自制枪支一支、子弹14颗、枪弹零件一批及改造工具一批等证物。为贯彻警政署全面净化治安之决心，刑事警察局全面查缉国内黑枪自改造源头，以有效遏止不法枪弹流通市面，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警方在此呼吁，持有具杀伤力之枪械及子弹均属违法行为，切勿以身试法，并请民众提高警觉，如发现任何非法枪械或其他犯罪情资，请勇于向警方检举，警民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。